姐其实是一个，就是我以前不是我以前，就我一直以来，我一直以来都会看可丽姐的戏剧，然后还有可丽姐主持的，钻石，我两个什么人看起来较老？你看，我跟你讲啦，我知影就是人叫我来今日来讲骂人，也唔过骂人实在是不好的。没错，可丽姐其实还有一个更厉害啊，对啊。她本身没有没有，我是要讲可丽姐私底下其实是一个很亲切，然后会跟我们分享很多就是正能量的人，所以她其实有一个更厉害的能力。因为骂人还好，就是大家都可以骂人，但是可丽姐除了骂人，她还可以用正能量骂人啊。你有听过正能量骂人？你们想不想要被正能量骂骂看？没有啊，既然要骂人，也不能让你们白来这一趟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就用骂人的语气来祝福大家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我好你死的啦！我跟你讲，今天大家拢有来对不？祝你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，大赚钱啦！只要有迄个做生意的无，我叫你财源滚滚，大赚钱啊！安尼好唔好？钱拢赚未出，赚未完呐，赚钱敢那赚水嘞，好不好？还够有无？有没有刚结婚的？早生贵子啊！有人要来吃饭无？今日当去吃啦。好啦，我骂人啦。